在进入双泰产业道路之前，可以先到双溪老街逛逛，看看这边的历史古迹。双泰产业道路又有樱花大道之称，沿路种植大量的山樱花，樱花季节可以看到沿路飘落的樱花，在秋季的时候可以看到满山满谷的芒花。双泰产业道路由于是以前人们的重要交通干道，因此也留下许多历史景观与遗迹。双泰公路开辟后，斯芝林古道除了登山者之外，因为无人行走而荒废，乡公所为便利登山人士拨款修建铺设水泥板路街。双泰产业道路适合驱车或骑脚踏车前往，观赏沿途树木、杜鹃、樱花及绣球花等观花植物。民众来此不只能欣赏大自然美景，观赏四季不同的开花植物，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氛围。